位高金素梅一进场，高虹安赶紧上前握手欢迎。大家有想到是我吗？当时我把国会直播频道翻开来，我学习的对象就是高金委员。高金素梅七号现身站台高虹安竞选形象馆开幕活动，还不时搭着高虹安肩膀互动亲密，就连跟机器人跳舞也乐在其中。想让大家运动一下，互动性很高。两人看起来不太熟练，但还是左右摇摆做出动作。不过神秘嘉宾高金素梅跟韩国瑜颇有交情，两人二号还同场台北市议员王宏威募款参会，让人不禁好奇高虹安是不是要拉拢韩粉。大家知道我是无党无派的，我认为呢，我们的选举应该回归到正常，而且我看到宏安的认真跟努力，的确是让我们觉得是很心疼他。那至于父母的事情，我觉得真的是不要再牵连到无辜的人进来。之前还有人造谣说什么我爸妈是党国高层，我真的不太理解这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受访讲到爸妈，高虹安一度哽咽，高金素梅伸手安抚。而除了有高金素梅力挺高虹安，柯妈妈也到场站台。究竟合体高金素梅是立委惺惺相惜，还是借此拉选票？高虹安新竹这一战全力开打。三立新闻蔡永恩 SNG 小组新竹采访报道。